出去了。要出去吗？可以往前开。好。我现在非常的慌张，我刚刚手在发抖。我现在在台中搭捷运，然后捷运给我撞成这样，我爸直接头破血流。这是台中的捷运，台中的捷运。我今天带我爸来看医生，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情。我发现我的帽子在那边。这是乘客的东西，这位乘客应该台中捷运，它应该是就是大楼的东西，就跟那个普悠玛一样，就是大楼的东西。爸爸，你坐下了。爸爸，有，我爸受伤啦、啊！看我爸的头，我老爸的头变这样子。但已经有人，爸爸前面可以出去，等一下啊。好，可以出去了。要出去吗？可以往前看。好。我现在非常的慌张，我刚刚手在发抖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下车。小心，爸爸不要讲了。爸爸小心，爸爸。我真的是干台中捷运呢。好，慢慢走。然后我们现在被疏通，然后我刚刚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了。有，我刚刚叫了，像现在我们上楼，我不知道，走到楼下，我不知道，你看捷运应该都不能碰啊。现在捷运怎样？我居然遇到这种事情，我真的超屌。爸爸，你太阳眼镜戴起来，以为他的头。我真的很猛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有天啊，你还好，你不是那个人。